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好看中国蓝》，我是长庚。大家好，我是杰妮。由刘烨和马伊琍领衔主演的《在远方》正在浙江卫视热播。在接下来的剧情当中，姚远在新远方大学的演讲视频走红网络，甚至有人想要投资来包装姚远走精神导师的路线，这让姚远啊很动心。是的，当陆小欧知道刘云天和霍梅的婚礼要举行时，他呢就赶去了民宿要道贺。与此同时呀，陆小欧、霍梅、姚远和刘云天四个人就聚在了一起。另外一边，陆小欧通过调查发现了史密斯公司的问题，而他的警觉啊被罗中华看在了眼里。罗中华觉得陆小欧虽然没有能力翻盘，但是对他却已经起了戒心。那么新远方的公司又会如何发展呢？让我们接着往下看。我告诉你大哥，如果你敢抛弃老婆孩子，我先把你小子清出新远方，让你一分钱都拿不到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哥，那我不能，我不敢。你没听着？别觉得自己赚钱了就老子天下第一了。我再说句话，哥几个我记住了啊，珍惜自己身边的女人，珍惜跟你从苦里一块爬出来的女人。要是没了她，有再多的钱，在别人眼里也就是个垃圾，是个废物。只要收购史密斯，你投赞成票，我保证没人给你要业绩。对不起，我还不习惯利益交换。这次我加了杠杆，如果资本运作失败，就会输得一无所有，百年的流失也会彻底的消失。刘涛，你这是疯了？因为成功触手可及，你懂吗？这个时候你必须相信自己的兄弟。增发暂停，新远方市值完全可以翻番，您这样一来，就算再多的翻有什么用？到头来可能会跌得更惨。我跟您老汇报一下啊，我想把增发彻底停掉。谁也别催我，谁也别限制我，我就慢慢培育。不是你拼了这么久，不就是为了融入资产吗？啊，教授，那您小瞧我了。我拼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新远方能走得更远。你看看。哎呀，你别说啊，这小子，我真没看错他。脸色不好啊，熬夜了吧？男人熬夜吧还好，女人如果熬夜的话会伤气血，所以也不要熬夜。刚听你说要找大数据专家呀，我就是啊。哎呦，这不请不动您吗？你抢不过我们，我们有得天独厚的网络平台，你有吗？云天物流做的没我们专业，抓到现箱一级也没我们多。你怎么走着瞧？我看你那么兴奋，我相信他肯定是好东西。你是怎么想的？你是又在给我压力是不是？我还要继续追加投资，反正你不能辜负我。这天底下最坏的人就是你了，你就是个坏人。逼死我算了。哎，我听说农村市场投入的不太顺利啊，你哭一个吧，释放一下，干嘛呢？啊，哭一个，我这能消化。罗兄杰要云天收购海外资产。而且他这次来没有住酒店，住的是三个月的长包公寓。十个月前就在云天要收购史密斯的时候，新远方的股票被大量基金神秘买入。罗兄杰早就布好了局，他的胃口可不只是云天。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就看谁先打着第一枪了。现在就是大战前的平静。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剧情，明晚19:30，千万不要错过浙江卫视《在远方》。那么在上周六，我们第11期的各位游客请注意，已经和大家见面了。其实啊，细心的观众朋友都可以发现，我们每一期都有一个凝练的主题词，而且这个词啊，就可以精准的概括出这一期的主题内容了。是的，相信大家也是注意到了，在11期的节目里面呢，说好不哭，就是反映出了离别在即的团友们这种依依不舍的情绪。这不呀，在离别之际，钟楚曦就用书信的方式把自己的心里话留给了他在印度行的团友们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钟楚曦的心里话。我不太习惯，我一人一封信。我不太习惯，就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去说自己心里面的一些感受。对，嗯，所以啊，我也想给每个人留下一点纪念，然后就用这种方式。嗯，把这个东西交给大家。来，滴滴的，这个是 OK 哥的，这个是露露的，谢谢。这个是川儿的，老胡，
洋洋，谢谢，嘎姐。亲爱的嘎姐，咱们从彼此陌生到一起住了8天，你的激情、你的性格，还有你的豁达，都是我非常欣赏的。浩然弟弟，第一次见到你，就觉得你身上的少年气特别吸引人，阳光、热血，还有点呆。好吗？不知不觉中，也把你当成了自己的弟弟一样。亲爱的川。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年轻这么帅的中医。你放心，这里不疼。谢谢你给我们每一个关心和照顾，都在心里了。 OK 哥，我发现我很喜欢跟你交谈，觉得你是个很会思考而且很有趣的人，沉稳中透着对这个世界的好奇。愿你继续带着仙气儿，做一个勇敢的凡夫俗子。老胡，你像我们的班长一样正直，能主持大局，像一个大哥哥一样照顾着大家，还逗大家开心。亲爱的洋洋，你是一个很会收拾自己的女孩，讲究有礼貌，看得出来你很孝顺，在温柔的外表下有着一颗很强大的内心。愿你和老胡幸幸福福一辈子，回上海约。他说：“露露，你很真实，不藏着掖着。看见你落泪的那刻，我有点心疼。但是更想告诉你，不要怀疑自己，对这个世界的好意。”别说露露，我都还是喜欢你。请继续做自己，有任何不开心，如果想起我，我还很欢迎。你的楚曦，亲爱的 Vicky， 谢谢你这么多天对我们的照顾与关心，更谢谢你带我们来了解什么足富多菜的印度，一把来自中国的自修扇子，希望你喜欢。你们真的很讨厌，所以来之前一直在写这个信。我也不想说提前去写它，提前去写我觉得都不够完整。我想要把这12天的他们满满的看在心里，看在眼里，然后再写出来，我觉得这样子会更全面一点。其实他在时时刻刻的在看每一个人的性格是怎样的，当很多东西不能面对面的用语言去沟通的时候，他会选择用纸笔记下来。平时能够接触到很多陌生人什么的，但是不会说有机会去交朋友。但这12天完完整整的，我有时间去交朋友，就真的是多了这几个朋友。你这个真的是小弟弟，真的是，我没有想到他会哭，因为我以为他从头到尾是不会哭的。我不是说，我说因为这是一个节目，所以我说我要哭，我觉得这样特做作。我刚一直忍，我就觉得一开始我就特别想早点结束这趟印度旅程，然后想回家，然后现在就离别的时候就觉得特别舍不得。印度还可以来，但是这群朋友真的就是交了。再次感谢各位收看本期《好看中国蓝》，周五的晚上千万不要错过，各位游客请注意。还要提醒大家，本周六晚《我就是演员之巅峰对决》就要火热开播。